各大 APP 的年度报告 BeLike。大夫，我的报告出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我瞅瞅啊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好奇心有点偏高啊，搜索5000多次，超过99%的用户了啊。另外回去少搜点什么无极国籍啊、远方传来风笛啊什么的，没营养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分享欲有点太旺盛了，一年发了1036个作品，多注意休息，别年纪轻轻的累垮了。这么多，平均一天3条。大夫，那我情况这么严重，再给我开点流量呗。下一个。王大夫，你好你好，我来取报告。你还知道来？别人朋友圈都发了半个多小时了。大夫，我的情况是不是不太乐观呀？年度歌曲《孤勇者》单曲循环200多次，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啊。不对呀，《孤勇者》是 VIP 歌曲，我没充 VIP。不好意思，751万人都这症状，拿错报告了。这才是你的，一首 VIP 歌曲都没听过，你可真是个土豪。冯大夫，你怎么今天还不给我开具报告啊？我是不是没救啊？哎呀，今年没有，明年也不会有，别再烦我了。喂，大夫，我从不开具报告，但你想知道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反正我对你情况也不知道。真的吗？不信啊。2022年一共发了83243次，这一定是你的幸运数字。今年你有53位好友定居国外，没错吧？他们大多数啊去了冰岛、挪威、北极洲和爱尔兰。今年和你聊天最多的是啥？最晚一次聊到了凌晨3点，你们一定有很多共同话题，或许你可以考虑跟他进一步发展。这一天你给他发了48条消息，16条60秒的语音，他只回了你的表情包，这个叫欠钱不还完。你一定非常爱他，这啥呀？我说错了吗？那这个被你看过8152次朋友圈主页，但你一个赞都不点的人，你一定非常恨他。